只是不小心把生活过得太认真，连工作都变成休息的一部分。我只是太纠结在人与人说不通的矛盾，一个不注意我的免疫力就下降了，直到有人能解除我的喜怒哀乐，直到有人在我忙到没捷运大楼还愿意来载我，听我说忙什么，能想到我现在还有点饿的那个人。请分享的人放松是不对的，没想到还有人比我还要紧张我的时刻，一眼看穿了我的续航力快极限了，直到有人能解除我的喜怒哀乐，是时候要学会交出我一部分。